社会消息，花莲吉安乡昨天晚间11点多是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疑似两派人马呢早有过节，而朱姓男子是同伙友人，在另一名温姓男子家的附近埋伏，等他出门之后呢，双方是展开了飞车追逐，温姓男子也找人来帮忙，一路从花莲市区追到了吉安，还对着朱姓男子持枪射击，开了好几枪，让他头部受到重伤。那现场有采得7颗弹壳送验比对，在朱兰车上起获开山刀、辣椒枪等证物。这名朱姓男子送医治疗之后仍然重伤不治，警方是持续追查28岁的温姓男子下落，展开了追缉。另外还有8名的嫌犯已经先被带回警局，要厘清整起事件发生的过程。